来的小伙想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。我叫云杰，今年31岁，我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，我工作的地方是离市区30多公里的山上，周围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我是航天科工6院的一名航天科工，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妹妹都是航天科工里面的最基层的一批员工，我们是中国航天事业的一份子。我们最骄傲和最自豪的时刻就是可以看着发射升空的那一刹那，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在那一刻我很想高声地唱歌。作为第二代航天人，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，我代表的不是我的梦想，是所有父辈还有我的工友的所有人的梦想。我想唱出我们心中的自豪，也唱出我们的梦。自我介绍，我叫云杰，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，我是一名航天科工。OK， 哇，这个是高端科技吧？算高端科技哈，国防科技。杨坤老师，咱们俩是老学，老学。一般我觉得姓云的都是蒙族里面大姓吧？对对对，云杰。哦，这名字听起来就很开阔啊，姓云。你会说蒙语吗？我不是蒙。三班总，我也会一句。什么意思？你好的意思吗？你好，三班总，学一句就够了。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来到这个舞台？对不对？我今天来实际不是我一个人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我是代表了所有的我们的航天人，还有所有的航天科工，因为我们那地方生活环境比较枯燥，也比较恶劣。我代表他们所有我们单位那些同事们。把他们的梦想担在这个舞台上，给他们掌声的。因为你知道他们是常年生活在没有人烟的地方，所以唱歌就变成你们平常最大的一个消遣跟舒压的方式。对，就是站在我们单位后面的山坡上，然后我们几个同事一起躺在上面唱歌。哎呦，太有感觉了哈！你们躺在这儿还唱过什么歌？
还有一首也是我们的草原，给我们唱一段。选这个歌会比那个效果更好。哎呦，我感动的眼泪都快掉出来了。在你的歌声里面，我听到了一种辽阔。当我知道你是我们中国航天事业的一份子，我深深的被感动了。这样的经历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我们内蒙人的骄傲。刚刚那个唱的真好，好不好？继续啊，继续。怕他的线站住了是吧？努力真的。酒喝干再斟满，今夜不醉不还，太好了。酒喝干再斟满。云姐，加油！加油！怀揣两代人航天梦的云姐离开了我们的梦想舞台。而导师们对于这个好声音的离开也深表遗憾，梦想席位越来越少，接下来